打工的。打工手。来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拿不住啊，好奇怪。我先去打包了吗？旁边，要哪一个？那大家出来看到大家都拍照，默默走开了。对。应该是新用的，都还没开。哎，老板。昨天马上换，就有容量了。真的好用吗？好用啊。这是什么？十啊。十啊。我超想要买十的。那所以后来你是七去修还是换一只新？换一只新的、啊。他修，他给我列的列表基本上是全坏。